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正音大使馆的主播李老师。值此新春佳节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牛年大吉，新年快乐。那么今天的话，给大家带新品喽。这一件的话呢，它是一个防珐琅彩的工艺，这款是天青釉的这个宝葫芦，我们叫它鸿福齐天。它这种釉色里面的话是一种青釉，用这个重工的这个粉彩来绘画的，摸上去啊都有凹凸感的。您瞧这么多的这个蝙蝠，它是有寓意的哦，福在眼前，鸿福齐天啊，富贵吉祥这个美好的寓意。赶快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挑选吧。